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两手呢做这个灯引，就是做灯引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毗卢伽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圈，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鼻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圈，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 to Jerky Bija Sanja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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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今天呢，也继续讲这个对一向这个对境这个相异的这种苦啊，就是不保护的这个过失，就是不保护的这个过失，就是讲这个问题。宋词当中这样说的，如为自身苦，应由自反苦，足苦废属苦，何故束乎住？我们前面呢也做了一些这个辩论吧，就是前面做了一些辩论，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未来的这个苦呢，就是我为什么这个现在就是去报复，就是我未来的这个苦呢，就是也就是去报复，然后呢，就是认为是这种这个苦呢，应该这个现在报复，因为这个属于我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想的。那么下面呢，就是对方也是这样，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就自己的这种痛苦呢，就是应该是自己这个报复，而别人的这个痛苦呢，就是用我来去这个报复，就是让别人呢
就不要这个诉苦，避免这种痛苦。这种这个新闻呢，就是其实是不是那个就有道理的，因为呢自己的这种这个痛苦呢，就是必须是以自己来这个牵扯，就是这是那个就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吧，就是就是对每一个人来讲呢，就是无论是你自己身上就是所出现的一些痛苦，或者说是我们这个亲朋好友啊，就是他们的这个身上或者是心里呢，就是就是出现一些痛苦的话，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就是牵扯，就是但是与我这个毫无关系的就是其他的这个一些不熟悉的人呐、啊，或者说是实践当中的其他的流导众生的痛苦的话呢，用我来这个牵扯他们，用我来保护他们不受痛苦呢，这是有点这个道理上是做不过去的。当然我们的传统上习惯上呢，是你们的这种想法是这个有道理的，但是真正就是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经不起任何这个观察，就是也就是说呢，如果不是这个自己的不能这个保护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教上啊，就是发生的这种痛苦，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教呢，就是刺伤啦 啊或者是就是已经这个在路上就是不小心就是已经这个扭了等等，就是这些痛苦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树呢，就是不应该去这个报复啊，就是为什么是你的这个树去报复呢？你应该叫的痛苦用叫来这个报复，你耳朵的痛苦呢，就是用耳朵它自己来这个报复，而你这个双树呢，如果这个出现痛苦的话呢，用你不是刚才已经答应了吗？说自己的痛苦是自己来这个报复，就是没有必要就是用他自来报复。那这样的话呢，应该教用教来这个报复，书用书来报复。你的这个全身的任何一个部位的话呢，就是应该用自己的这个就是本体上呢，就是出现一些痛苦的时候呢，你应该用自己来这个报复，没有必要就是去，比如说你的这个教啊，就是路上不注意，就是入了这个刺啊，就是这个啥、啊，就是马上用那个双手去开始这个报复这个教啊，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就耳朵比较冷，就是然后有些人。捂好冷啊，就是然后就是双手都是捂着这个耳朵、啊，那这也是没有必要的，就是没有必要的。你的这个先生在那个地方就是用这个哪天的是有些人给我提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天天抓痒？就是那这个左手这边呢，就是用这个右手来就是抓，然后左手呢什么这个右手呢，就是用左手来抓，就是为什么你们做事一定自己是对自己帮助，就是除了自己以外，就是不能帮别的，不能帮别的话呢，就是。那你这个身体的部位的话，那就是也是不应该就是帮别的了，就是。
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讲那个就是孤党这个断除我执啊，就是应该这个断除我执。下面这里这样讲的，如为次非礼之我，故入此，执子他非礼，为党纪礼断。那么就对方呢，就是刚才也这样这个讲的，就是我们不是说了吗？啊，说是那如果这个你不能就是帮助别的，就是只能这个帮助自己啊，那这样的话呢，你为什么是就是就是始终都是就是怎么就是为什么就是用这个术啊，就是帮助这个教啊，就是这是不合理的。这样说的时候呢，就是对方就是这样这个提出的，是从道理上观察的话呢，也的确是，就是应该术呢，就是他只能帮助自己，就是不应该帮助这个教和这个其他的这个身体的部位，就是这是从道理上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以我和我所，以我和我所呢，就是在这里就是扰乱，这样之后的话呢，啊，就是凡是属于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群体当中的，不管是你的教也好，你的这个腹部也好，腰也好，就是很多地方呢，就是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其他的这个术啊、眼睛啊等等呢，就是去帮助他们，去这个比如说你身体其他痛的时候呢，就是马上自己去自己这个按摩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医生都是这样的，就是自己在哪里这个膝盖不行啊、脚不行啊，就是然后自己使劲的就去帮助，就是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的这个我所指啊，就是把我所指来就是整个身体，这位是我的这个群体，所以呢，就是从道理上是这个是不合理的，就是非礼的，他也承认，但是呢，没办法的，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有我和我所指，有了我和我所指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这样，就是因为那个《十念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那个诸国之根本必及坏举见啊，就是必及坏举见，就是一切过失的根本呢，就是坏举见，就是也是我和我所的这种见，因此呢，就是就没有办法，就是对方呢就是这样这个说的。那么我们对他这个回答的时候呢，那就对了，就是我们也这样这个认为的，因为众生呢就是先就是执着我，然后这个执着他，自他的这些执着的话呢，就是最根本的这个来源呢，主要是有那个就是自他的这个执着，就是自他的执着而这个引起的，所以这个自他的这种执着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应该要这个迁除啊，就是应该要这个迁除。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自他的执着的话，那就是那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很多见解呢，就是是这个正确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执着，因为有了这个我的执着的话呢，那就是就是他的这种对境呢，就是我所呢，就是是确实这个不合理的。所以大家呢，就是也应该就是了解到这些道理之后的话呢，我们也知道是我们这个帮助别人呢，就是并不是不合理的事情呢，就是全部都是以我来这个制作操作的。那么我可以帮助自己的话呢，就是为什么不能帮助别人？两个都是应该说是一种这个虚假的这个制作，虚假的制作的话呢，帮助我也是其实是一种这个虚假的制作，帮助众生呢也是虚假的制作。那这样的话，你可以这个帮助自己不帮助别人的这种这个想法和思维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说不过去的啊。
下一个呢是这样的，就是端罪治答辩吧，就是端罪治答辩。下面就是说这个相续欲运举，加名如举慢。本无数苦者，谁复甘彼苦？即无数苦者，诸苦无分别。那么下面这个意思呢啊，就是对方是这样这个说的，实际上呢就是确实是这个我和我所就是应该说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啊就是刚才那个我的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呢就是认为是我的这样的执着和，然后昨天的我、明天的我、来世的我，就是这些呢就是就是全部为这个智为我的，这两种这个自作呢就是应该是存在的。他们认为呢就是一个是这个性的相续当中呢就是我的这个存在跟别人不相同的，他们认为是啊我毫无相干的，对其他的众生要去帮助他的话呢就是有点不相同的，对自己帮助呢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他们就开始给我辩论，开始给我辩论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对自己帮助是可以的，为什么可以呢？因为我的这个书和我的教啊，就是整个身体的部分呢，就是全部是我这个身体的群体当中啊，就是身体的这个这个附属。然后明天的我、后天的我，昨天不是讲的嘛，来自那个地狱的这个众生啊，我要去这个自己的相续当中啊，会这个产生这样的痛苦，就为了不会产生这样的痛苦，我现在呢全力以赴的心慈善法、积累资粮，这是这个合理的，这是我的这个新的相续啊，就昨天的我也是一个相续，今明天一直这个相续是存在的。还有呢就是集合呢就是这种这个运的这个具体呢就是这存在的，所以帮助自己是合理的，帮助别的呢别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原因是有两种，一个是我们这个我和其他众生呢就是相续不相通的，就是他是他的相续，我是我的相续，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身体的运气不相通的，他有他的身体的运气，我有我的身体的运气，然后我自己身体运气当中哪里这个发生就是一些痛苦的时候呢，我去帮助是这是这个合理的。所以呢就是对方就是认为是这种这个相续和运气呢就是应该就是合理的这个存在，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但是这样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是不合理的，就是他下面这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个相续和运气呢就是是这个假的啊，就是假的。就像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军队和慢，就是他这里慢呢就是一般这个住船的就是粘住啊，就是等等，就是我们这个住慢就是这样讲的。就是那么啊，一个第一个就是相续就是根本不存在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慢来这个比喻，就是是这个假的。然后那个聚合不存在呢，就是用这个军队来这个表示的。比如说这个相续呢，实际上是你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啊，昨天的这个我的新的相续的差了，今天的新的相续的差了，在过这个老年时候的这个新的相续的刹那的话呢，其实是全部是连串在一起，认为是我的这个相续是一直这个长长的东西是存在，但是这个呢就是根本不会有存在的啊，就是十念轮这个陈亮平当中也是专门有一种这个就长和串，就是用这个来这个就是宣说就是聚合不存在和这个相续不存在的道理。
所以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军队呢，就是是从这个总体看来是军队是存在的，但是其实呢，就是军队也是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什么这个排长啊、班长啊，还有这个高高的、瘦瘦的，就是矮矮的，就是很多这个军人呢组成的一合呢，我们就说是这是那个军队，就是其实呢，所谓的这个军队呢，就是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这是这个聚合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各种这个微尘啊，各种部分组成一合呢，就是说是我的这个身体，但是这种这个身体的集合的这种重点。那就是不存在的，本来一切诸法呢，就是其实也是如果真正用智慧来剖析的时候呢，就是不存在的。以前那个龙目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诸法如法，叫一切从心生，若知法无是，实心也复尽啊，就是说得很清楚的，就是一切诸法呢，就是像这个八家树一样的，就是全部是以自己的这个分别念而产生的。如果我们知道了，就是万法都是无有是有的话呢，那么就是有尽的这个性呢，就是性呢，就是实际上也是绝对就是不可能就是存在的。本来呢，就是这个树苦者呢，就是是没有的。所以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苦啊，就是属于这个自己的。如果所谓的这个这些痛苦呢，就是属于自己的话呢，那么我们刚才也这个剖析了，就是云的这个集合的这个我不存在的，然后相续的这种连串的这个我呢，就是也不存在的。既然就是云和相续的这种我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我所住的这个范围当中的，我所住在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这个苦啊，就是怎么回事存在呢？就是不存在的。所谓的这个我呢，就确确实实是不存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不存在的，生意当中也是不存在的，迷眼当中也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迷眼当中有一个假理的这个存在，但假理并不是是这个真实的。这样一来呢，既然你我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我所受的、我所感受的这个痛苦呢，就是这么回事存在的，就不可能存在的。即无受苦者，诸苦无分别。既然这个我这个相续当中的苦不存在的，我所受的这个苦啊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除了我以外的他的这种苦啊，他的这种苦呢，你我们怎么会去这个分别呢？这种苦呢，就是更不存在的。下面就是讲这个摄意啊，就是摄意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真实现所摄意，苦谷即当初，何须强去分，不因幼稚症何须出他苦，愚处细因处，福则自如他，
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实践当中的所有的痛苦呢，我们应该就是尽力的去这个迁出，就没有必要呢，就是去这个愤呐、就这是我的痛苦，应该迁出，这是我亲朋好友的痛苦，我一定去帮助，而别的众生的痛苦呢，就是人类的痛苦可以迁出，而其他众生的痛苦不能迁出，等等，就是这样，这个由自己的这个无明视知啊，就是开始进行这个区分开来，让众生的这个快乐呢，就是不用建立，自己的快乐呢，就是要建立，众生的痛苦呢，就是不用迁出，自己的痛苦呢要迁出，以这样的这个分别物质来进行这个区分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愚蠢的一种的行为，就是不合理的。凡是时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呢，我们做前面所讲的一样的，只要是这个痛苦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迁出。因此，我们以后的概念当中呢，就在你不管你在路上也好，或者你的房间里面看见一个大大小小的什么样的这个众生的时候呢，让他。当他到处痛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去这个帮助他，就是这是我们佛教徒的基本的这种理念。尤其是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话呢，就是不仅是就是不损害他，而且还要去这个帮助他，就是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而千万不能用呢，就是任何这个争论啊，这是这个别人痛苦为什么要迁出啊？对我毫无相干呢、对我没有任何关系啊，等等，以这样来就是相似的理由来就是对我们进行这个辩论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不合理，就是不应该就是与这个相似的，就是对我们就是做进行就是辩论，就是这是这个不合理的。只要这个接触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迁出去，就像我们这个神意当中呢讲呢啊。就神意当中来讲呢，众生的痛苦也是不存在的，我的痛苦呢也不存在的，众生的快乐也不存在，我的快乐也不存在。而思修当中的话呢，众生的痛苦呢也存在，我的痛苦也存在。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众生痛苦呢也特别的难忍，我的痛苦呢也特别的难忍，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只能这个维护自己，不维护他人的话呢，就是不合理的。从真正去观察的话，我也不存在，他也不存在。但是呢，就是在思修的这个明论当中啊，就是应该是这些都是存在的。
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n.